印一个红包。哦，sorry。这个年龄淡了，这个七八十岁了。这个帽子的戴的像少女的帽子啊。这个队怎么越排越长啊？好像有的人又到后边排去了。排完领完红包又再排再领。真佩服他们。咋整？这个老外还在这照呢，老外。所以你看，海外华人他们的这个神色其实也不是特别好，有的时候。哇，这个队越排越长啊！天哪，这个转圈排啊，这队。是没有了，对，这么领永远领不完，永远领不完，永远有，永远有人排队，转着圈排队，成个游戏了。领完之后再到队尾再去排再领啊，哎呀，这个真可怕。
走了，没有了，红包没有了。有点不欢而散啊，有点，就是人的这个贪欲有的时候不好控制。那边都举手说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举手投降了。要不然有的老美食品发放站领食品的时候，给手腕上喷那种短效荧光剂，每次任何人领到拿那个手电筒照一下，如果你喷过那个荧光剂，下次一照就照出来。还有去要的，工作人员也不容易，抓紧时间吃一口，也不容易。就这样了，差不多了。现在有点降温了，现在看这个树枝被风吹的，在旧金山唐人街离海比较近嘛，一定要多穿一点。不管中午有温度多高，到了下午一定会突然降温，温度会突然降下来。还有去要的，哎呦，这可咋整？这些工作人员也不容易啊，想吃口饭也没时间吃。基本上差不多了，这边人们在打扑克，这边这风，幸亏我今天穿这个大的棉袄了，这样慢慢走的话，手机不太抖吧。这边小娃娃在这个老虎这块儿合影，像个大猫，呵呵，脸蛋的像猫一样。是吧？像个大猫一样。是吧？怎么看怎么像大猫，倒挺可爱啊，但是挺可爱。就是流浪汉的这个被子扔在这儿了。
这边是鸽子。哦，这块风大，所以没有人在这块待着。这个区域是流浪汉啊，那个老爷子就是个流浪汉，常年在这个广场这住，也很不容易啊，是吧？这就是人生，天天陪着这些鸽子在这儿，一天又一天的这个生命就这样耗费掉了。这边停着一个警车。差不多了，基本差不多了。这个小男孩爬树呢，男孩。今天正月初一。旧金山唐人街的活动基本就结束了，工作人员强横冷气的吃一口啊，也不容易。有的时候是献爱心，但是呢，被一些贪婪的行为呢给破坏了哈，所以他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儿，我觉得。原来老外曾经路过。一些视频标题是 needy or greedy，啊，needy versus greedy，needy 是 N E E D Y，需要的意思啊，需要的，greedy G R E E D Y，贪婪的啊，就是说需要食物的人和贪婪的人他们 PK 啊，就是说有的人很贪婪，他把那些食物都领走了，导致那些需要食物的人呢拿不到食物啊。这个是一个问题。这边是人们在打扑克。然后这个老外在吃东西。啊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嗯，一会儿我到唐人街里边走一走就得了。今天。一直在花园街广场呢，花园街广场很热闹啊，一会儿到里边看一看，看看是怎么样一个景象。哦，这风真大，这风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这边的小娃娃们在这玩呢。